看见没有，有些人天生就是没这个命啊！哎呀，我说啥来着？等一会儿，哎，老婆。 今儿路上车特别多，有点堵车，来晚了，不好意思啊。别生我气啊。在我们和杨林小姐签约之前，我们有一个和您关于杨林小姐的保密协议。 这个保密协议呢是这样的：如果您同意了我们和杨林小姐的合约就继续下去；如果您不同意，那么我们和杨林小姐的这份合约也将不复存在。所以您看清楚。合约期里面的第一点是这样的：您是不可以透露关于杨林小姐的任何信息，包括你们的婚姻。嗨。 不就是隐婚吗？没问题。豪气。第二点，您不可以在任何情况下出现在杨林小姐的身边。如果有特殊情况，要通知公司，由公司来出面处理。第三点，合约期之内，杨林小姐是不可以住在你们家里的，住处由公司来安排。李总，你等一下啊，我们再想一想。我想了，想什么呀？ 我们俩交做点苦命鸳鸯了，好玩啊！嗨，郭先生，你应该能理解，我们也是为了杨林小姐的这个前途啊，包括她的事业。是是是，你不用说了，我那也挺忙的，最近生意上事儿特多，要没什么其他问题的话，钱吧，爽快，来，来，老公，咱们再回家想一想吧。 郭先生是个爽快之人呐，没什么事儿，那我先忙去了。那就这样。 没事，我先走了。我派车送送您吧。啊，不用，我有车。有车啊，对，好嘞。好的。老公，宁哥还挺顺利的啊。哎呀，不哭不哭啊，张凡。 我在家带一天孩子，让你去找工作和，任你去黑胖子家睡觉去了。你啊，行，真是怎么没法过。这不查黄历了，今天不适合出去找工作。哎，孩子怎么一直哭来？我看看是不是尿了呀？哎呦，宝贝，哎呦，宝贝哦，你是不是尿了呀？哎呀，别转移话题啊！哎呦，这个香啊！哎呀，哎呀。 起湿疹了啊！什么起湿？没给他换尿布啊？没尿换什么尿布啊？我带他的时候一天尿十几次呢，你说没给他喝水啊？我喂他，他不喝呀，有什么办法？你喂他不喝，你就不喂啊？那他不喂说呀，他还不会说我饿了呢，你不给他喂奶啊？这是道理吗？上医院吧。上什么医院？别动，别动，别动！哎呦，好了好了，宝贝，嗯，没事没事没事，哎呦，知道难受啊。 哎，行行行，快出去，别在这捣乱了，别。丁老凡，你别摔着孩子。摔也是摔着我，能摔着。
早了，赶紧回去。哎，哎呀，这一天累不累啊？腰酸腿疼的呀。哎呀，自打当年舞台上连轴转，我就没这么累过。嚯，这个颈椎呀！向大夫，给治治呗。颈椎、腰椎看骨科，要是妇科不好，我可以给你看看。就你这样还想给人带孩子？哎，怎么了？这不刚开始吗？你习惯了不就行了？完了吧你、啊、明明是身体盯不住了。你想你照顾孙女，我还得照顾你，这么大岁数了不服老？谁老了？谁老了啊？我可是运动达人，我这天天运动，天天锻炼，为的不就是带咱孙女吗？哼哼，哭着喊着带孙女，待一天带成这样了吧？我那是今天打街头篮球运动量过大，小凡给我打电话的时候，我连打十局我都没下来。等我今天过了这个劲儿，你看我行不行？那行行行，你肯定行啊！你是谁呀、啊？你是达人呢、啊？你多厉害呀、啊！现在你看谁不是老的帮着带孩子呀？我能把儿子带到，我还带不到我孙女？哼，现在跟过去可不一样了。我问问你。你知道那奶瓶怎么消毒吗？你知道那尿布得用多高的温度熨烫吗？你知道怎么给囡囡下奶吗？你知道那个母乳可以放冰箱里头保存吗？哎呦，现在跟过去不是一路大夫。哎呀，我不知道，我不知道，我不知道，我不会学呀，总比小凡在家当阿姨强呢。起码我性别是对的。我知道啊，你是有点不甘心。可以闭嘴！那死老头子不能给我泄气啊，只能打气。打气！哎呀，这这这这！哎呦，轻点儿，袁子烈，你摁了一辈子，你不是找不到地方？这儿上面一点儿。一岁之前必须由我来带，不行。不是你轴什么呀？我知道你拼命改造我为什么？你想让我出去找工作，你想让我出人头地，但是我成为不了你想的那种人。不是我想，是你必须成为。我为什么必须要成为啊？我做不了那种年过三十收入很高，有能力买奢侈品。看新闻读历史，从来不吹牛不张扬，时刻怀着一颗谦卑心的人，我做不到。我就是一个爱吹牛的一个平凡小市民，我这辈子注定就是一个平庸的人。于万凡，你告诉我，作为一个男人，你的价值在哪里？让你大肚子，让你帮我把孩子生了，这还不是一个男人的价值吗？啊，媳妇儿。你主外我主内，咱俩这种搭配我觉得特别合适。谁说必须男主外女主内啊？谁说女子不如男了啊？我知道你望夫成龙，但是你老公我天生就只是一条会松土的虫。于小凡，我觉得我们的谈话不用再继续了。
死猪不怕开水烫，还聊什么呀？只要能把你和姑娘伺候好，别说是死猪了，死狗，猪狗不如我都认了。两条路，一，你出去找工作，我在家伺候你们娘俩。二，我替你出去找工作，我要在家伺候你们娘俩。好，离婚。不可能。我就在家看看孩子呗。我知道，您为了照顾我长大，牺牲特别大，牺牲了工作，也牺牲了婚姻。但您跟我说句实话，这么多年，您后悔过吗？回答不上来了吧？我就不希望等小凡老了，他也会这样，他会中途后悔。说实话，我每次跟他离婚，我并不是真心的。我不想跟他离婚，我想跟他过得好一点儿。我就是想激他，我不想因为孩子，我们俩的婚姻就发生变化了。那是不可能的。可是这个孩子，一定会是改变生活的。那当年我为了照顾你，我放弃了唱主角的机会，我跑了一辈子龙套。你问问爸爸，这个后悔吗？我告诉你，闺女，爸爸不后悔。这爸爸陪闺女，这没有多长时间，这不是你眨巴眼的功夫就长大了，这才多少年了？我跟你说，哪怕是时光倒流，哪怕是你妈还选择给我离婚，我也会选择照顾你，因为闺女需要爸爸。楠楠，我以你为骄傲。你就是爸爸最大的成就，闺女。谢谢爸爸。只要闺女好好的，爸爸心里就高兴了。但您是我爸爸，不管您成为什么样，我都不会嫌弃您。但袁小凡是我老公，我对你们俩的要求不一样，我必须以我老公为我最大的成就，所以我必须改造他。
我这可是沾了婚礼失落姐的光了。两间房，你们俩自己分分啊。今天没什么事儿，收拾东西，早点睡。老宁，你什么时候能主动对我好点啊？赶紧去吧。姚琳，我知道你心里很难过，但是有些话我还得再跟你说一遍。郭伟达一定不能来这儿，这是规矩。人呢，不能什么都想要。如果什么都想要了，就什么都要不到。现在是你的机会，你要好好把握。休息吧。宝贝啊，妈妈要不要爸爸了？她想让咱们父女骨肉分离，她怎么那么狠呢？嗯，你说是不是？啊，女儿啊，干爹干什么呢？这是，咱们去看看。忘了我啊！快开门！我告诉你们，老樊，你离我远点儿，要烦我，我趁早滚蛋！你快开门！尿你什么呀？我都忘了，你这你安慰我！你干什么呢？哎呀，你说，哎呦儿啊，怎么生活就没意义了？啊？要把你发我们家两天，你就会感觉生机勃勃了。我是让你来安慰我的，你怎么还挤得我呀？你，安慰你，安慰你啊，安慰你。我跟你说啊，这个泪水和汗水虽然成分相似，但是前者只能博取同情，而后者能为你赢取成功。所以赶紧化泪水为汗水，化悲痛为力量。你再这么哽咽，我觉得这屋都有点凄凉了。啊？你这是安慰我吗？不还是我哪儿疼你往哪儿戳吗？你有你这样的你啊？不戳你，不戳你。嗯，不是，你说半天我也没听明白，你到底哽咽什么呀？什么事儿让你难受啊？我隐婚了，多大个事儿啊？多时髦啊！隐婚，你看着那个香港的刘天王，这一隐婚30多年，我媳妇不要我了。于小凡，你媳妇不要你，你还自豪啊？你缺心眼儿吧你？胖子，你故意的是不是？我媳妇儿现在就知道不要我了。你，我是安慰你半天，你现在往我痛处戳，是不是？我告诉你，这人吧，你就是身在福中不知福。不就让你听点媳妇儿的话吗？她让你干什么就干什么呗。你干嘛老跟她较什么劲呢？你跟她较什么劲了呀？她让我干什么我不干了？我不就是想在家照顾孩子、照顾媳妇儿吗？你说较劲的是他，我跟你讲，你这孩子都给我生了，他要跟我离婚，折腾什么呀？你怎么光想着你自己呀？你怎么不替南哥想想啊？啊？你说这曾经风光无限的南哥，跟了你之后，眼看着从一小闺女变成一大婶了，再加上你袁大官人，不挣钱、不养家、不争气，啊？南哥能不跟着你着急上火吗？你让他说两句怎么了？梁小凡，什么叫幸福？好的身体，差的记性，你该忘全忘了。对，这女的你还不知道吗？一半天使一半魔鬼，你把这魔鬼那面忘了忘了。问题我现在看不见他天使那面，我就现在看全是魔鬼，我都忘了他天使那面长什么样了。嗯，你说，哎，他怎么说走就走啊？那衣柜里衣服全拿走，一件都没剩。又来了，你别耿起跟猫叫秧子似的。车一溜烟就走，连头都没回呢。谁呀、啊？烦着呢。于小凡。烦着呢。于小凡。哎，这赶紧。老魏，你下班了，待一会儿。看一下小雨，别出声。我知道你在里边，出来吧。
那个简浩凡真没在我这儿。简浩凡，你这么装有意思吗？快出来，我有话跟你说。媳妇儿，咱俩能不能不谈呀？咱俩现在能不能以孩子为中心啊？这婚姻都快继续不下去了，还谈什么孩子呀？你快出来！不是，那你想怎么样？我告诉你，你只要不提离婚，不说让我出去找工作，我就跟你谈。行，不提离婚，不提找工作，出来吧。什么玩意儿？是离婚？你是不是电视剧看多了呀？你不弄那个什么什么几十几条婚约？不是咱俩不说好了吗？你在医院的时候你答应过，你说不离婚，永远不提离婚，你怎么出尔反尔啊？没说离婚呀，这不是是离婚吗？正好有时间可以好好想一想，咱们的现状适不适合在一起，为期一年。现状不挺好的吗？我现状也挺好，你现状也挺好，老人健康，孩子健康，老公孝顺你，还要怎么着啊？有车有房有存款，虽然车是自行车，存款也不多，但是咱有吃有喝有电脑，这生活多美好！你干嘛非要纠结我工作的事儿？你有时间展望一下美好的未来不行啊？你有没有想过哪天我要被开除了，我要被撞残了，我要死了怎么办？呸！袁小凡，你是不是等四五十的时候你再出去创业呀？不是，这车到山前必有路，你干嘛非要纠结？不是，这东西跟离婚有什么关系啊？袁小凡，你有你的想法，我有我的想法，咱们俩很难达到一致，所以呢，从现在起，咱们俩只是雇佣关系。我呢，花钱雇你当我女儿的保姆，你呢，做好你的保姆工作。如果一年之后咱们还是你是你的想法，我是我的想法，那咱们就真离婚。老奶奶，你是认真的吗？我这样子像开玩笑吗？你王八吃秤砣铁了心，我成全你。从今天开始，我要以崭新的面孔呈现在你面前。我要让你知道，一个温柔贤惠、上得了厅堂、下得了厨房的老公是多么的难能可贵。我早晚有一天，我要让你跪在家里，跪着求我，哭着求我，老公，你快回来！于老板，我等着。我已经签完字了，没问题的话你也把字签了吧。顺便给你念一下啊，第一条，住房内空间平分，客厅属于刘若男，卧室属于女儿和保姆。第二条，是离婚期间任意一方不得擅自将此事告知父母。第三条，互不干涉对方生活，尊重彼此个人空间。第四条，是离婚期限为一年，签字生效，条款不得随意更改。明天就签了。顺便说一下，这是你这个月的工资，哎，先别着急拿，我还没说完呢。鉴于你是这个家的保姆，又是女儿的父亲，所以一切开销你必须付一半。我算了一下，女儿差不多每个月开销4000，所以呢，你需要付2000。我已经说好了，要不要数一下？还有家里的伙食费，差不多一个月2000，你需要付1000，别数过了。水电煤气一个月1500，你付750，零钱都给你破好了。这个你可以收着，也可以存起来。不是，怎么就剩250了？有什么我没想到的，你需要补充的吗？我可以算一下，这是清单。还补充？那你就折腾吧，我告诉你，这是你最后一次折腾了。签吧。谈判很友好。这日子怎么过呀？250。
不行了，睡觉。嗯。妈不是应该睡外边吗？啊？几个意思啊？说话不算数啊。平时都喜欢吃什么菜啊？我一般吃菜吃的都挺素的，西芹炒百合啊什么之类的。我不太喜欢吃肉的。啊，就是爱吃素不吃荤。对对。那多少多少也得吃点吧。好多年了我都。哎，那个平时你自己喜欢做饭吗？我挺少做饭的。啊，那都是买的多。对对对。哎，干嘛你有毛病啊你？哎，你是干什么的？是干什么的？你在干嘛？值班医生擅离岗位，能让病人有安全感吗？还有你，向大夫，不在值班室值班，在这闲聊，万一有个紧急情况，你负得起责任吗？不像话！永远和你在一起，老公，我还想给你生个小宝宝，你是我心中最棒的男人，加油哦。这就是网上现在最流行的一款自我安慰的游戏。老公，对不起啊，我让你受委屈了。
你千万别跟我说对不起。你说对不起，让我觉得自己像个外人，就好像你马上要离开我似的。你应该这么跟我说：郭伟大，你个死胖子，你给我听好了，收起你无聊的悲伤，赶紧好好给我老娘赚钱去。等老娘三年之后回来给你生儿子，想要生几个就生几个。吃的包包，你刚才不是还挺有领导气势的吗？那不是向大夫给面子吗？看那小子就不顺眼，色眯眯的。我告你刘伟东，没事你别到医院来瞎捣乱，该干嘛你干嘛去。老乡，我觉得咱俩的差距吧越来越大，你看不上我是应该的。别这样，当年合唱团你不是挺引以为豪的吗？怎么了，团长当腻了？回望我的人生，我就后悔当年呢高考时候没考清华北大。你什么时候高考了？你不是京剧班学员吗？对，是。你不就是后悔吗？但是觉得我最后悔的还是失去了你。大半夜的抽什么风啊你？我觉得吧，我这个人做人呢，是忒失败。要是当年我要是对你好点，也不至于离婚嘛。老乡，你是不是觉得当年我特没出息？现在说这个有用吗？是没用的。可是我就后悔这。啊？我在。好，我马上过来啊。有病人，我得马上走了。啊，你回去吧，不用管我，我一个人惯了。你别在那鬼哭狼嚎。没事回家给我去看看球球去。Ha ha ha.